如果你的手机已经同车辆透过蓝牙连接，你就可以用底盘上的声控按钮启动 Siri 功能，按下声控按钮大约3秒，直至荧幕显示外部对话和发出准备接收语音指令的声音提示，你就可以对 Siri 讲出指令。今日天气，今日的气温将会介乎29度至31度。